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赢过爱情事。我听讲阿官啊出全职来啊，我最近拢无闲哦，替大家咧找所在要摆摊，啊无时间哦，去甲捧场要死滴。你免烦恼啦，阿官的专职为了真好，那安尼我就放心啦。啊，听讲新人哦，咧宣传哦拢加较忝，啊，即摆天气哦变化遐尼啊大哦，你得加较照顾我。阿官即无够大斗阵啦，啊？伊讲伊无要耽误我，啊搬出去外口住。好佳再有上过甲唱片公司遐宣传，你甲照顾，多靠放心。那是安怎奈安尼啊？阿英，你家己带好，是你也别走诶。好，美玲诶，我迄个伫恁的心目中，他到底是安怎？遐恶劲，遐个人关系。有一挂心内话，放伫心肝内，本来就想讲来时机到，才要甲恁讲。也无看恁安尼一日啊一日拢咧误会我，也无要插我。我心肝内想得偌艰苦，你知影？好啊，啊无你讲我清楚啊，看你有啥物苦衷啊？家己做唔到代志，你牵拖伊冤家来？我也毋是咧牵拖啦。当初我停收款哩，迄是因为我想要装钱甲管阿出唱片，想要管这边出专辑，我嘛有提前甲投资啊。假使当初我若无徛伫收款人迄边，我就无可能接到这个 case， 我就无可能赚到钱帮助阿官阿出唱片。当时我迄个时阵，我嘛是想讲要救着收款人，做我成功的跳板。我是想讲，当我变到一定的地位了后，我才有法度跳出来大声替恁争取恁的权利。社会是这么现实的，我若无提高我的身份，让我的行情愈来愈好，咱就跟较早同款，无就安怎争都争袂赢遐有钱有势的人，对咱的要求，因把咱当作是狗在吠火车。哎呀，我唔知啊，原来你，我永远都是你当初熟悉迄个戏啊，一点啊都无改变。啊，你既然有迄种的想法，为什么你唔坦白跟阮大家讲？啊，这都未讲。你所看见的白色遐来，我咧惊伊怀疑，所以拢唔敢对恁讲。迄是因为最近我伫公司已经徛在啊，当时我甲阮公司的主任伫外口合资开一间公司，所以我才敢对恁讲。所以美玲诶，这个代志卖互别人知，尤其是阿官吼。无怪当初你喜欢变一个人啦，原来就是咧利用咧收款人。你想看卖，收款人这人遮恶劲，甲阿官害甲遮尔啊惨。我无锤算小都害啊，那有可能介你遐我滴？嘛对啦，是讲阿姨啊，歹势呢，我连耍两道吼拢误会你呢。那讲起来吼，上无带兄弟情的人吼，应该是我啦。来来，我喝我家己一杯，好哒。不，莫咧讲啦。其实吼，你甲咪咪拢是刁滴人啦。无相信我即摆愈来愈有心机。连我家己都无介意，即卖咧这么虚伪，这么现实啊！阿姨啊，不管咱怎讲啦，你嘛总算哦替阿官啊完成个心愿啊啦。只要会当替阿官完成心愿，安怎付出，安怎牺牲拢无要紧。对啦，啊你今仔是安怎甲恁主任伫遐出现啊？我甲阮主任吼开一间公司，专门咧做法院的法拍屋，啊，甲中古厝的买卖啦。阮拄则就是去看厝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不过听人讲吼，你卖房地产景气无好呢，要厝价歹卖呢。啊，就是因为景气歹，这种俗俗的法拍屋，唔只较抢市啊。啊嘛对的哦。哼，哈哈，美玲诶，兄弟啊，再要甲你口讲一句话啦，啊，你卖生气啦，吼。出头无了事啦，莫用你的青春甲人伫拌烂，收收起来，甲我斗阵来拼，好。房地产我也唔捌啊，你唔通袂记呢？
你捌做过海家族啊？哦，嘿哦，嘿拢是甲朋友斗三工的啦，做白摊的尔啦。啊，即摆你会当专心来做啊？你的意思是叫我做专职的海家族？我是讲哦，你来甲我斗找厝，斗顾厝，斗看厝，吼，啊，即拢合法的啊。啊，受欢迎的公司，我即摆暂时也无都离开啦，我两边走较稳。你过来跟我斗三工啦，吼。好是好啦，不过吼，也其他也兄弟姊妹啊，过来我照顾呢。啊，你着找几个啊吼，生活较困苦的兄弟啊，吼，过来跟我斗三工找厝。啊，你来床头，薪水我来付。啊，若赚到钱，我会分你一寡红利，你看安尼好无？有这样好讲的哦。啊，就等你一句话尔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来。你了没？啊！走，来，兄弟，兄弟，你莫爽啦，你莫爽，你爽。来，是明天 schedule， 麻烦你看一下。娟姐，明天的行程很满，你会不会觉得太累？要不要我推掉几个小通告，让你休息一下？不行啊，都已经答应人家了，怎么可以推掉呢？而且节目是不分大小的，人家给我们机会露脸，我们就应该感谢人家才对啊。嗯，我知道了，那我会告诉公司你没问题。不过你自己身体要照顾好呢，如果觉得累，一定要跟我说，我们躺休跳吗？不会啦。对了，娟姐，有几间企业的尾牙都指定要你去表演，公司已经推到手软了。不过还是有几间大企业不好意思得罪，所以你跟公司讲，只要是公司介入的活动，我都会去。嗯，娟姐，你的专辑真的很夯哎。今年经济这么的不景气，公司有很多艺人，他们的尾牙都不到去年的一半。不过你居然是应接不暇，那就代表你真的很红。今年的年终就靠你喽，小林。不管今年公司有没有发年终奖金，你们都这么辛苦，反正啊，到了年终的时候，我一定每一个人都发一个大红包给你们，谢谢你们了。真的，娟姐，谢谢你。相信阿兄讲过，这块 CD 一定会红。哎呀，俺是要几块啦？50块。50块。张小姐，麻烦你替我签一下名好不好？你无买我的 CD 啊？啊，伊送的啊。哎，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嘛。阿兄，我想感谢老师。等我一下，关啦！哎呀，关啦！哎呀，你最近好无？未歹。哎呀，你不要散步，咱哪行哪讲好无？好啊。哎呀，啊你最近哪拢无挂电脑啦？阿兄是真想要卡电话给你啦，啊都惊今日搅扰到，唔知拢唔敢卡。嗯。关啦，阿兄知影讲你拄出病哦，足无用的，要唔过吼，一定要食好困好。唔通互家己心忝，知影？尤其是你才拄出头一张尔，以后还阁要出10张、20张嘞，所以家己的身体爱顾好才会用的。对啦，最近是有影较无用一些，除了上通告，还着阁上电台。阿兄，最近吼有足侪公司的尾牙秀，你叫我去唱嘞。哦，安尼好啊！嘿，我来，即摆是台湾的新天后。阿兄，你想想怎啊啦？以你的实力吼，若无做天后，啊，真正无天理啊！哎，老爷，妈最近好无？哈，啊老大人啊，食会落，睏会去吼，安尼就是福气啦。哎，阿爷，阿爷，这红包先甲收起。啊，到底是创啥？哪有阿爷甲小妹收红包的道理啦？
我这是要有骂，咪要有你啊！哎，你收起来啦！阿兄，这摆收你袂比你较歹呢。搁再讲啦，你的手皮贴阿兄，赚袂少钱呢。母阿兄，我包好伊倒，钱你收起来家己用。阿兄，这是我要以后骂，你帮我调骂，客气啦。啊，我就跟你讲，唔免啦。阿兄，骂起我这是一年，啊，我这摆搁无住咧厝诶，无多照顾伊，你骂我真一点仔心。阿兄，你把这钱替我调骂啦。客气啦，阿兄。好啦好啦，母啊，若收到你这红包吼，一定足欢喜的。对啦兄，啊你最近出工过有顺利无？怎啊房地产那个呢？啊对你有影响无？阿兄真目色卡滴个，哪有可能敢那孤立一间公司咧赚钱？我怎啊兼伫外口咧发展，阁袂歹哦。真是的哦，啊是咧做啥？我甲公司的同事伫外口创一间公司，专门咧做法拍屋甲中古厝的买卖啦。啊，即摆时机歹咧，人较无钱啦，啊想要买这种俗啊厝，所以我就是讲吼，这比豪宅较有机会拍出一条路出来。阿兄，我就讲你足巧的嘛，你真正吼是有做生意的参考呢。阿兄巧不是一工两工的代志啦，啊，就搁讲。阿官，我要甲你讲一个好消息啦。美玲对我的误会吼，阮拢化解啊！真是的哦！我嘛有请来阮公司哦，甲我负责买厝的代志。伊过去捌做过海蟑螂，这伊的专门科的应该无问题才对啦。哎，阿兄，咱老实讲吼，像你这么拍拼，你有一天吼，你绝对会成功的啦。希望是安尼啦。哎，是啊，阮公司若要拍广告吼，一定请你做代言。还是讲你即摆是天后呢，介绍一定真贵，阿兄敢请得起？阿兄，你是搞小骗小啦？什么的天后？哎，是讲阿兄，真正吼，你公司人要拍广告，找我就对啊。我吼不但免费，而且吼，看你的 CF 要拍几支吼，又在你。好，真实的哦。对啊。时间吼，我一定要甲你上水海报挂几支咯。阿兄，无论行到倒啊，拢看你看会着，安尼我就袂感觉寂寞啊。外口风真透嘞，咱来头前咖啡厅遐，咱食咖啡，咱开讲好。啊，唔过阿兄。啊，我知，你咧赶通告店，啊，无紧，紧去，紧去，哈。阿兄，无紧啦，你去无闲啦，阿兄嘛真无闲滴个啊，咱人工再来约啉咖啡，哈。好，阿兄，无我先来无闲。阿兄，你家己要好好保重呢。阿哥哥，你要替我好好照顾妈哦。关啦，啊加油哦！你嘛是要加油啊！来，耶！阿兄，我先来走。好，阿兄再见。注意安全哈。好，阿兄再见。你妈在考试的旁边无？刚才跟阿妈喊的面无啥同款的。来来来来，你看你看，临改独门考试出炉喽！来，快点快点，试下看嘛。好，来。阿妈，有好食无？这边行啦，会当行到安尼算有成绩啊啦，还阁有进步的空间啦。爸，啊你讲过遐个保守，妈哪会进步啊？妈，你这只哦，甲阿妈行的差足多呢，啊拄食一片哦，感觉怪怪，你这只嘞差足多。我吃好嘛。叫妈教我的方法去烘啊，
我们行头拢爱走味啊。丽华，我这烤鸡妈已经行过了十年啊，都能开始手啊，啊你才都开始学，到头来卖着急啦，哈。袂用的啦，啊咱做的店面大家拢爱钱呢，哪会当到头来？我知影啦。是讲哦，这只鸡无伤呢，啊，无恁到家啦，这袂拍算，好，来，变。妈，我收掉啦，我好好过课，啊，我要先来去啊，吼。哦，丽华，我好好嘛，又有代志啦。好。妈，这哦，然后你豆豆研究，啊，看倒位需要改进。爸，你再去学校啦。哦，好啊，好，行行。哎。我想要来食料啦！啊，无要紧啦，你按在再食啦，哈。我，建明已经几日工拢无甲联络，是毋是伊讲我话讲得伤绝，伊在生气啊？歹势啦，就有先列自费。啊，我自己。1250。嗯，稍等一下哈。啊，歹势。请问，来，谢谢。多谢。到底你想啥？不管有甚拍算，拢爱回在我的决心，免阁戆戆坐伊遮等。哎，你甲看啦，拢找无车位，早知影安尼吼，拄则吼就应该甲车吼停在头前啊。我唔早甲你讲过啊，这附近哦真歹停车啦，你就是唔相信。啊，无你头前哦，遐小停一下啦，啊，你车顶等我。咱看你找加盟店遐顺呢，找这车位哦，时间都找遐尼久啊，等咱加盟店顺了哦，你头路就山啦。好啦。迄天我去找伊，伊就唔开门啊，敢会接我的电话？唉，伊若一直拢无卡来，我是要安怎？建明，放心啦，我确定，阮入去加盟店，再出来叫你的。
你哪知道我在这？我之前哦，为你孙家门店，每礼拜一摆，固定的路线，固定的时间，要找你一点嘛都无困难啦。哈，你真正等这久啊？我等真够算久。你想那真的坐高拢无来找我？我连一通电话都无，是不是我跟你塞性地？你都无想过要找我？不是啦，啊，之前我走的时阵嘛，有跟你讲啊，等你心情好，随时卡电话我。我等几落天都无等到你的电话，啊，拄则还想要卡电话给你呢。我敢袂当卡给你，万一回棍伫边啊，你是会当讲啥？凊彩讲两三句话就应付过去，安尼不如卖卡。无啦，你嘛知影我即摆的状况啊。我无怪你啦，我是你甲你讲我的无奈。我想通啊，迄天你诶，你家门店杀我，为了保护回军，其实我根本就无应该怪你，是我家己毋知好歹，走去互侮辱。我根本就无资格跟你发脾气。你莫安尼讲啦。其实迄天林飞叫我去店坐坐的时阵，我嘛知影真可能下底店的去拄到飞棍。原本我嘛无想要去，按过后来我就想讲，嘛真可能下底店里看到你，所以我唔再会去。我知影啦，我真感谢你哦。受到这么多委屈，搁这么体谅我，我哪有闲哦，会常常去你遐啦。啊，咱即马在遮讲话吼，真无方便啦。我看吼，你也是先转去啦。下班我哪有闲哦，会过去你遐啦。我会公司就走。啊，你搁有啥物代志？我知影咱两个拢是有家庭啦，确实是无应该做伙。过这几天我无看到你，我心肝安尼足惊吓的，我足惊你会决定放弃这段感情。我嘛唔知影，想做我家己愈聊愈深。建明，我发现我家己已经无法度离开你啊。我讲过啊，我会照顾你一世人，你莫想遐个啦。啊，不过我袂用予你照顾，该遐尼啊心虚，爱该遮尼紧张啊。所以我唔只会甲你讲，我决定要甲阮翁离婚，安尼咱的交往就较单纯啊。放心啦，我有替你注意，我剩最后一句话，我决定要甲你久久长长行落去。我已经向法院诉请离婚啊，真紧我就恢复自由啊。贵哦，面色歹看。无啊，哪有？啊，一人戆神戆神徛在遮咧想啥？我咧看警察有来开单无啦？你搁徛遐创啥？搁过来人家门顶来巡的呢，较紧的啦。加盟店的生意哦，是有较好无唔对啦。你啊，不过甲旧年比起来哦，是搁差足济呢。奇怪，
啊，无经加盟店收起来，收入奈差遮济啊！咱安尼辛苦几年哦，结果赚啊赚无偌济啦。唔呐安尼啦，过年又搁来包红包呢。爸妈哦，甲阮爸的红包若包较少哦，应该是袂讲啥。也毋过哦，恁兜安尼亲戚朋友一大堆啦，啥物阿伯阿姨阿姆哦，过年哦若带囡仔来厝的行村，哎，甲包个遐囡仔红包哦，算算个还几十包呢。亲戚朋友遐尼多哦，一叫够麻烦。好哥弟，要甲你姑姑等等，行落去。我已经向欢迎诉请离婚啊，真紧我就恢复自由啊。啊！你稳坐无？无啦，开去边啊啦！去年是咧安怎咧发黑光，行日路哦，叫小波拍到啦，即摆连在你车内底也去弄到，哦，哦，够疼！回过来，你稳住无？我看卖者。免看啦，哦。啊，你是咧安怎哈？啊，规个人啊咧失神失神，你三魂七魄是叫无啥高兴。最近较无闲啊，啊困无饱，就去走卡，我出血啦，补血、散血啊，无闲甲头壳吼拢戆去啊。你落车啦。我毋是超过伊害你去弄到的。你紧张啥啦？我是叫你落车来坐我这边，换我开啦。困无饱还敢开车，紧的啦。你驾照有查无？有啦。李姐啦，搞我来叫你。安怎？这个客人敢要说修改的所在？安尼就对啦，哈，水啦！我惊你会叫我停下嘞，嘿，袂啦，你即马是老鸟嘞，真有经验啊，哈，即马感谢你哦，对我指导，无啦，咱今晚这 case 摕到，咱就能好好发挥啊。嗯，是啊，这个 case 哦，应该是咱公司每年业务重点之一啦。嗯，啊对啊，张姐夫，我是讲时个咱的卡手够不够啊？你看哦，即马咱公司刚剩咱三个。你是好男，二姐夫是矿男，啊，我是宅男啊。咱的业务愈做愈侪，愈做愈大，嗯，咱的卡手应该是无够。啊，你意思就是要招兵买马？是啊，我是公司业务主任呢，啊，我下骹无管半个人，是不是应该找两三个好管钱？啊？哦，好啊，我出来滴滴哦，再给你管。好，拜托你。我逐天变办公室变到这么辛苦，你好意思叫阮弟弟换尿珠啊泡牛奶啊？啊，无你这个阿姑是做假，啊？跟你讲真笑的啦。跟我讲笑是的哦。不过一种话千万袂当伫爸甲妈面头前讲。啊，若无吼，伊连表光跟娶我生囝的，知无？对啊，对啊，这件代志哦，我冇听恁三姐讲。那你今麦是发生安怎？今天无要结婚啊？不是无要结婚，迄是缘分还袂到，好不好？不，卖讲这，那讲到这个，我头就疼。陈金茂，你也关心二姐夫的代志？二姐夫什么代志啊？听讲伊最近交女朋友啊？交新的女朋友啊？我感觉你真好嘞。你看，自从二姐离开了，伊一段时间拢真失志啊。假使伊若会用重新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哦，
我想这对伊帮助真大。嗯，就是讲啊，我来接头啊。喂，天龙生机你好。哦，林总哟，我是文杰啦。啊，阮总监今晚无伫呢，啊，若无等伊转来，我就去敲你。嗯，我知。嗯，拜拜。先生，多谢林总。我定定找二姐夫啉酒去嘞啊。是哦。哎，你都伫了。哎，对，就刚刚那中南老档的客户去做饭。哦，做好啦。哦，啊，主角我已经看过啊，这个文杰做得真好。哦，文杰，多谢你哦，啊，辛苦。慢你讲啦。啊，对啦，姐夫，拄则林总吼，我打电话你，我敢若是要叫你去酒店的款啦。对，是安尼啦。啊，即摆咱公司拢真上轨道，啊，一寡无必要的应酬，我是感觉会用卖去，你就尽量卖去。啊，姐夫，你若歹势拒绝，我找些理由甲回调好无？是啊。我看我是气煞啦。啊，喂，对。坦白讲啦，我真无希望看你去跟人饮酒啦。建宏，你放心，我即摆饮酒咧杂。啊，搁再讲，无得看林总坐我，搁有代志要甲我讲咧。你想看卖？你转去厝有丽芬陪你啦，啊，文杰有爸妈陪伊看电视。我咧，一个人哦，甲表受伤。对啊，文杰讲。你有交新的女朋友哦？干么呀？你听你胡白讲啦！我有女朋友，我敢有可能讲这番话？哎，文杰，我来甲讲啊，唔是迄个人，你莫咧胡白侃啦。哦。对，啊，拄则文杰就提议啦，伊讲咱若是接到中南这个 case 哦，那咱卡手真有可能无够啦，啊，敢有要搁请人？嗯，这我好好考虑啦。啊对啊，你客户书给我，我要来报应。哦，好。哎，钟经理，请。我来报应。啊，嗯，来报应。哎，张姐夫啊，是搁你烦恼啥啦？啊，最近啊，大概啉酒啦，伊就惹一寡麻烦出来。哎，即马朋友接落行，我真惊伊迄旧镜头会压起来。你若是惊，我倒来干是怀疑你啉酒，我嘛实在。哎，唔通啦，爸妈都怀疑你啉酒啊，你去唔是惊我咩？啊，你二姐夫变安怎？无人有法度管伊啦，伊家己爱晓想。哎，嘛对啦。本来我想讲我二姐夫交新的女朋友哦，伊的生活较无遐无聊，啊，想袂到伊讲无啊。那么是王三个二姐看不着人啊！好，哎，王总哎，啊，时间阁真早呢，咱继续来送汤啊，你看安怎？嗯，好啊，阿伯去列蒙娜，遐个小姐较水，马上加算啊！小王啊，可得麻烦你提两罐威士忌去二姨包厢。好，多谢。哎，学长，学长，原来你伫这咧上班啦，真拄好啊！我要刷拖，我传你这组。啊？哎，王总诶，这个小姐你敢认识？哟，天龙诶，杨总诶，大师妹啦！啊，就是讲啦，伊陪杨总去参加中南老董事长诶生日宴会啦。我去了阵是倒一个大企业的千金嘞，想袂到是一个酒店小姐。阿姐，我阁有代志要问。你要问用啥啦？放心啦，我会阁经理去瞧啊，回头你甲我来去就对啊。请你较注重嘞。哎，小姐，卖假啊！王总诶是看你下去才要带你出场呢，你放心啦，小费哦，阮会加算予你。我无你出场。哦，阿丁啊，麻烦你啊，去查经理来。嗯，好。哎，经理小姐，我叫你经理小姐啊，阿你并不唔对啦，我跟你讲，你搞我，你搞我。小关，什么代志？俊贤，你想要来英雄救美是吗？
建良，你准备创啥？是阮要带伊出场啦。伊伫遮，老是咧假在上唔肯。是讲出来，我真正想无呢。你哪会嘴到遮尔歹啊？连一个酒店小姐，你也敢带伊去参加宴会？伊毋是酒店小姐，伊是我的朋友，我约来酒店讲代志。阁假，明明是后来想要假碰过啊！你讲话不了我的朋友，随家回去嘞。一个酒店的小姐有一条尾，到底是要下什么心理啦？我跟你讲，伊不是酒店小姐，就不是酒店小姐，你敢回去嘞？真系啦，你是因为唔甘愿利用我手气，所以才去撒掉一个这种三流的火车来跟我摇摆性。靠你！哎呦，我走。放心啦，无代志。海生啊，我哩为着我的代志，甲人起冲突。其实你嘛无需要安尼，伫个酒店即款场面我看真济啊。甲你无关系啦，迄孙仔早想要假死啊。我是想无呢，亲像迄款遮尔啊无风度的人。你真无免来介意，算落去啦。过去代志，无啥物搁提起啊。歹势，顾你想到过去无欢喜的代志。无紧啦，伊讲的话哦，你莫放伫心肝内，甲当作空气就好啊。我知影啦，我来遮上班，早都有心理准备，所以拄则甲我讲的遐话，根本就袂影响到我的心情。安尼就好啦。这环境这么复杂，你敢有想过换个较正常的头路？你袂记了，我欠侬足侪钱呢。啊，我希望袂记。是讲你读了大学毕业来这上班哦，实在是真可惜的。其实我早就想过啊，等这份来薪水，我就会离开这，重新开始。既然是安尼啊，我最近公司也不增加，我打算哦要加请几个业务，还佫会计。会计，迄若是会计，我能做，迄是我的本行。啊，不过你不是阁需要酒店这份工课？是啊，要不过酒店是按时去上班，不过在下我用去你公司实习啊。我心肝内嘛足烦恼的，我唔知影讲这份头路我要做偌久。假使讲哪个社会拖着伤久，我惊讲人会袂抢。安尼敢会伤忝的？袂啦，只不过是去实习尔。假使讲若真正伤忝，加减卖做嘛。做你放心，你让我去实习，我袂甲你讨薪水。既然你有付出啊，这薪水一定要付的啦。不过这……哎呦，你莫安尼啦，给我一个机会。好啦，无先来试看卖，无得甲你适合。时间我阁需要你甲我斗相共的。多谢你。唔知讲什么时阵去实习？看你当时有闲来拢会用啊！我介绍我公司人互你认识。好。啊，今麦闹一份正当的头路，我心肝内感觉足欢喜。奇怪，我往常不是讲有饭局，哪会到今麦袂回来？敢会发生什么代志啊？
喂，喂，爸爸，请问你要找谁？我要找我爸爸。你打错喽。你等来啊？嗯。啊，李冰祥啊，那受伤？我哩前昂弟弟没来。这么难看？嗯。你哪敢去冲突？我甲客户食饭饱啦，啊客户讲想要去酒店坐一下，我本来是想讲去应酬一下特别走啊，想袂到，啊拄好我去拄着杨俊贤啦，结果嘞。我发现伊的秘密，伊见笑转受气，冲过来对我起脚动手。可能是因为你的关系，伊对我阁真怨气，所以啊，出手真正是有够粗残的。你是有要紧无？我会去约给你办。不要紧啦。你知影吗？伊讲杨俊贤带一个查囡仔去参加老董事长的生日宴会。原来迄个查囡仔是酒店的小姐。来生做一半，点点做。